好，各位大家早安。我们今天大概把课程哦切分成，大概前一个半小时我要把 TotalCare 里面可能比较困难，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提高效率的做法的工具，叫批次处理，跟各位分享。然后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我们预计就是要介绍在网络上，它就是有很多免费制作海报、制作卡片的一个套件软体。好，那你做一做，你就可以透过 IG、透过脸书来去发行。那这个网站叫做 Photojet， FOTOJET。也许各位你不能想象一下，就像例如说有很多的那个方式，我们正在改变中。像例如说那个 Foodpanda， 一年前、两年前，其实我就知道它将来应该会很流行。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多的一些问题会发生。好，那像我们现在做海报，我们也都是用别种方式来去做。那接下来呢，那个类似像 Photojet 这种软体，我们后来想一想说，它既然可以在网络上做，就是直接在云端环境做，那为什么不把它做成 APP？ 下午我们就是要教你，例如说 LINE 里面，它就是有一些做，例如说贴图的工具。好，那是例如说 LINE Camera 如何做贴图，还有就是在做贴图的时候呢，我们这一套 PhotoCap 真的很难做去背。那所以我想下午的时候，我就教你们在手机上面，例如说如何用一个 APP。我们来做完去背，但是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哦，去背那个透明的颜色，它会变成是黑色，就是有去背没有影像的位置，它是黑色。好，这点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那我们下午就是在教你用手机的使用，那下午的时候可能就要请各位。就是我会投影到这个地方，然后你就用你的手机一起来玩。因为 LINE Camera 这个 APP， 不管你是用那个就是 iPhone 或 Android 的手机都可以很正常的使用。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观看一下。首先我们来介绍 PhotoCap。好，所以第一件事情呢，可能还是要请各位先把 PhotoCap 下载下来。所以如何去下载？这边我好像还没有结束掉。对 ，P 四加外框还没有结束。好，那所以首先第一件事情呢，麻烦先打开我们的 Chrome 浏览器。打开 Chrome 浏览器的时候，然后接下来就要麻烦请各位。先去我的一个网址 https://9.glr/ytzrxt， 麻烦请先找到我们这个课程叫做数位行销素材制作。因为它有行销两字，所以我会希望说，那教你们如何把这个做完的资料就直接行销出去，例如说用 LINE 贴出去，或者是那个脸书，好，如何去发布。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范例下载，不要点错了，范例下载。然后接下来就麻烦请选择这一套软体 PhotoCap， 然后接下来就麻烦请在这个左上角这个地方点选这个下载，先把它下载，然后进行软体的执行安装。然后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介绍 PhotoCap， 那就麻烦请现在各位先动手做一下，先下载 PhotoCap， 说不定 PhotoCap 你昨天已经放到第一次碟机了，你就直接先把它重新来去执行。那麻烦请先去做软体的下载还有安装。那跟着我一起做，我就讲慢一点，然后我们一起来同步做完这些事。你就把我的教学画面先就是稍微缩小一点，你这样就可以同步来去操作了。好，
那当然接下来呢，软体如何去安装，还有下载下来的影像会在什么地方，那我现在就来跟你分享一下。好，当我们今天下载的软体呢，它当然会放在这个位置，放在你就打开这个资料夹，打开 Windows 档案总管，也就是这个资料夹，然后点选下载，你就可以找到您刚刚下载的软体。我是已经把它搬到第一磁碟机里面，第一磁碟机的数位行销素材制作，然后接下来在这里面，在这里面，我的 Photocap 的安装档，它长得其实很像那个压缩档。好，这一个执行档，它就是 Photocap 的安装程式，然后快速点两下去进行软体的安装。好，那我想各位应该那个都装好了。接下来呢？接下来，我们就是稍微快速的复习一件事情，就是假设我今天我要做一个简单的贴图。好，我们如何打开 Photocap 一定在桌面上有这个驴子的图示，快速点两下，我们就可以打开 Photocap 了。然后接下来，假设我今天呢，我想要去做一个就是财政部的贴图，然后顺便有一点那个就是行销的意味。好，那我们来去简单的做一下。举例来说，这个贴图可能里面需要有一个底图，有一个影像，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当然就是要就是载入影像进来。哦，对不起，好，对不起，好，对，刚刚把全萤幕锁住了。好，那麻烦你们就可以缩小我的那个视窗。那接下来呢，这个地方我先载入一个影像，稍微记住哦，因为等一下呢，我们也是要就是最后就是希望说你们用手机也来制作的做一些我们希望行销的内容。好，那我会希望说我们行销的时候呢，就是不要有那种就是一看就觉得说啊那是广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件事情，我们是不是要再入个影像，那就用我提供给你的影像的话，在这个地方你找一个适合去做那个财政部行销的一个图片。好，那我们行销什么呢？行销就是做一个温暖的问候这样子的一个贴图，所以我就先到第一磁碟机底下，然后接下来，这边我选择数位行销素材制作里面的 picture， 然后在这里面找一个你觉得还不错的影像。哦，对不起，我觉得应该去找这上面。好，例如说我用这个影像来当作是就是一个好像说我想要去邀请民众一起来喝茶什么之类的。好，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就用这样子一个图片。 OK，那接下来各位，当我们今天就是一个贴图我们准备好之后呢，我们在这里面，当我们要凸显这个图片跟文字之间的一个就是说差别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影像处理软体里面，我们可以增加一个图层，所以在这个地方新增空白图层。然后接下来假设我今天，因为通常这个贴图上面就准备放文字，所以你就去想一下，你觉得上面适合放文字还是下面适合放文字。好，假设我现在我希望在下面这边放文字，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把它的透明淡出。好，请问一下哦，这边是上面亮
上面亮。好，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是下面亮一点，上面恢复原色，所以是不是就要把它两个颜色对调？你可以用方向的对调，整张纸的方向对调，或者是这个变成黑色，这个变成白色都可以。好，那我现在要再一次提醒你们，黑其实在色彩表达里面，它是代表有的意思，白是代表没有，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去做淡出？淡出，好，淡出就是这边从这个是叫做什么？没有，好，就是它的淡出的方向，它是从上面做到下面，它的方向是从上面做到下面，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这个地方，所以它就变成说依照它的一个色彩，就是这个地方是有淡出，这个地方是就是有淡出，就是没有颜色的部分，然后下面颜色就是实际的颜色。好，所以这点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把这两个颜色对调，你可以用颜色的对调或者是方向的对调，因为我想要下面颜色是亮一点，所以在这个地方转一个方向，然后转一个方向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说在这个地方你有看到这边就变亮多了，这边就恢复原本的颜色，然后我们下面是不是就可以放黑色的文字？为什么放黑色文字？因为上下色彩的对称性。那我有想到就是说那个如果你放早安、午安、晚安，这昨天已经讲过了嘛，所以其实我们在做那个海报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还要有一些创意在里面。好，例如说有些人他会把那个早上的问候，他会变成说什么，入秋了，早晚会偏凉，请多加一件外套，这样了解哦，这也是早安的一个问候。那我们接下来我就会希望说，看能不能请你稍微思考一下，变成我们财政部可以宣传的那种口语。好，我们财政部好像多多少少都跟钱是有点关系，对不对？好，所以我蛮喜欢这一句话，你看一下哦，我现在要加文字咯，加什么文字？加黑色的文字，先加那个很单纯黑色的文字。那如果说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很单纯的文字，就是这有黑色，然后旁边有点晕开，好，我选这一种。然后文字的内容呢，这就要发挥我们的创意，因为大家都叫早安、午安、晚安，对不对？这就没有什么创意了。好，那我后来我就想说，那如何有一个创意？因为海报或者是贴图里面就是要加创意进去，所以例如说我们做起床微微笑，然后出门赚钞票，可以吗？其实这个意思也就是我觉得说要做一点跟钱有点关系，跟因为我们是财政部嘛，好，那当然大家出门的时候可以多赚一点钱，这样不是很好吗？然后接下来把这个文字，例如说你觉得要放在这是正中央，就可惜这个字型我刚刚还没有装，那至少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把它换成最下面有一个叫做正黑体吧，微软正黑体。我希望就是说你们到时候
做出来的那个贴图呢，也要稍微想一下，想一下，也许它是一个口语哈，也许它可以就是说，让别人看到，觉得说不会有一个就是啊，就跟别人做的都一样这种感觉。好，然后接下来呢，接下来这一个贴图，你觉得放中间比较适合，还是放左边比较适合，还是放右边比较适合？因为一定是放我刚刚就已经讲，我希望我放在下面，所以下面就只有左边、中间还有右边。那你觉得放在哪一边会比较适合？好，那如果我现在我放在这个地方，我放在这个地方就是右边，那我左边是不是就有点空空的，对不对？好，那当然如果你放在中间，那我就只能告诉你说左右两边都空空的，对吧？就是至少你会有这种空空的感觉。好了，那我既然放到偏右边一点点这个位置，我左边是不是有点空空的？既然你都已经觉得空空的，那我们就加什么？例如说早安，可以吗？就是当你觉得那边有空空的，因为我觉得所有的设计它的前提是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意会，就是说你已经有这样子的感觉。好，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然后所以在这个地方早安的话，那我就觉得说我们换一个别种颜色，不要从头到尾都是黑色。好，所以在这个地方点选，例如说我想要放这种红色字好了，然后就直接输入早安。然后接下来呢，把这字稍微放大一点，放大一点。可以哦。或者是我有看过有人就是早放一个字安，就是做成一个直的，做成一个直的。只是我觉得说我这边我的布局，这个底图的布局它是一个横向的，所以我干脆我就用这种方式来去配我的结构，就是这边感觉这边有一个带状，这边有一个带状，所以大家都是横的，你就不要有那种错乱的感觉，所以我下面就设了一排，可以吗？好，然后接下来呢，这就是我希望跟你们稍微复习一下，然后讲的一个就是结合我们如何去做设计。好，那接下来呢，等一下这些动作可能要在下午我们用，例如说 Line Camera 的时候，我们都要请你来去动手做一下。那这个地方档案另存新档，我们就把它叫做那个贴图，好吗？好，所以我们就放在原本的这个影像的后面加一个贴图。那真的建议你们先把它存成工作档。为什么把它存成工作档呢？因为请问一下，你到时候会不会想说我在设计一组贴图，所谓一组就是39张，你最好做到40张嘛。然后接下来呢，接下来你这个图是不是可以换掉，对吧？还有字是不是可以换掉？这样理解我说的意思哦。所以是把它存成那个 PCL， 因为你存成 JPG， 那就整个都固定住了。好，然后点选 OK。好，这是我们希望跟你分享的一个就是贴图的主题。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个批次功能。我们先讲一下，假设我今天我想做的是那个批次加外框，P
批次加外框，因为这些东西批次加外框、批次套模板、批次变更档名、批次变更日期，都是批次处理。好，那我们现在就先来做批次加外框。什么叫加外框？例如说，我现在我开一个新的，载入一个影像。假设我现在载入一个影像，好。然后接下来呢，我可以加外框，就是针对这个影像，我可以加外框。例如说，我想要做遮罩，遮罩的外框。好，例如说这边有好多种遮罩，例如说我想要把它做成这样子 mask， 做成遮罩的外框，然后选这一个，然后点选 OK， 可以吗？这样这个影像就已经稍微有点变化了。然后你在上面再加点字。好，其实就蛮漂亮的。那问题是，你现在只能做一张图片的加外框。假设我今天我有40张，我全部都要加外框，变成一个一系列。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该怎么做？当然就要想到我的批次功能。批次功能，好，在这个地方，在一般工具列的最右边有一个叫批次功能。批次功能里面，我们先介绍，其实都不是很困难，但是概念都是一致的。只是我们先来讲，我一次要把20张图片通通加外框，所以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批次加外框。那我刚刚说，我不是要加一张图片的外框哦，我是要把20张图片一口气通通都加外框。所以在这个地方，这边是不是有一个框框？其实这个框框应该是这么大，就是这么大。那这边的框框，这一个很大的框框，它就是外框设定。那接下来呢，我们真正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在这个大框框里面，而是你要载入影像。你要载入影像，等一下你会比较有感觉。好，所以我现在先点载入影像。然后请你在这个地方去找那个低磁碟机，然后底下是不是有批次加外框，那个数位行销素材制作 picture， 来麻烦请先挑10张照片好了，因为你会挑10个相片，就会挑20个相片，就会挑30个相片。所以例如说在这个地方，我先挑1、2、3、4、5、6、7、8、9、10。好，我把那些所有的花都挑完好了。我这边我挑了13张照片，13张图片。你想这一个13张图片，如果你每张都要加外框，你是不是要花就是13张的那个就是设计加外框的时间？而且我跟你讲，你花最多的时间就在选择。其实我们的工作有很多都是在选择，就是寻找这件事。例如说我们要加什么框框，会让你当你有很多选择的时候，你会有那个选择恐惧的那种症候群，就是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假设当你今天就只有那个白饭可以吃，有面可以吃，有牛排可以吃，反正有很多种之后，你就会产生不知道该怎么选。好，那我们现在干脆就由电脑自己选选看。好，然后接下来这边我们就点选 OK。我们这边总共13张图片，然后这13张图片，它现在的外框有看到啊，影像尺寸、新的尺寸、外框，然后新的档案名称。它本来是叫这个名称，从文言作品2008、10、19，然后
001，然后接下来是这个地方，它会把原本的图片，它会放到另外一个资料夹，叫做 C 碟底下的 Photos， 好，一样的作品名称，一样的档案名称，好，那只是放置的位置不一样。那请问你到底我放了什么外框？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去选选看？首先，在这个地方，我们的外框清单，外框清单，我是不是可以去载入？载入就是我假设我希望这些图片，这些图片它的外框是什么？我是不是要先选择把外框选进来？所以这边是不是有载入图面外框？就是第一个载入图面外框，所以我点它，然后这边挑你喜欢的，挑你喜欢的，例如说我喜欢这一个，对不起，我只能把它先开到最大化，因为我才能看到最下面那个 OK。 好，假设我选这一个，还有这一张，我选了一二，选到这一张好了。这中间这几张其实都还蛮好看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好，我选了七个外框，然后点选 OK， 点选 OK 哦，有看到哦，这边有七种外框跟13张底图，它可不可以自由随机搭配？因为现在如果我们直接做，它会直接把这个，当你点到，你有没有看到？它就套第一个，它就长这个样子，有看到哦。可是在这个地方呢，它下面有一个将所有照片指定随机的外框，你点下去之后，这边它就会1234 1234 5 6 7 5，你看这边外框编号它就会随机了。例如说第一张，本来第一张它是套用第一种外框，现在不是了，它套用第五种，1234 5，它就套用这一种了。这样有看到哦，这是随机搭配。没问题哦。那如果你觉得这个不好，就是你觉得这样子，就是这一个外框不好，那你可以选它，然后把它给删掉，然后再重新指定外框，然后接下来你看就没有刚刚那一种外框被赋予在这边了，可以吗？就是如果你不要这个外框，这样有没有问题？还有，刚刚是一个载入图面外框，好。那还有什么载入多图外框？什么叫多图外框？就是说假设像这个蛮漂亮的，但是它里面要放4张图片，可以吗？多图外框，写真簿里面就是用多图外框，然后这个里面是不是要放2张？蛮漂亮的哦。好，那例如说我就挑这两个外框好了，点选 OK， 我把它加进来，我们顺便看一下7跟8它长什么样子。你看这边有一张7，有看到，是当我点了将所有照片指定随机的外框，然后这边是不是有一个7，然后有一个8，这是随机的哦，所以我会产生的顺序跟你会产生的顺序会不一致，随机，就有点就是中奖的概念，不可能每一个人每一次然后都会排在用第几个。好，我们就点一下这个7。你有没有发现它这边会变成什么随机外框，所以它就放一张图片放在这边，然后两个空空的放在这个地方。那还有你可以载入这个遮罩外框，我觉得也蛮漂亮的。例如说我现在就挑两个来给你们看一下，然后点选 OK。 那我把前面这有几个就是不是那么明显的3 4 5 6，我就先拿掉。好，
三四五六我先拿掉，然后这样子的话变成我有三有两个图面外框，有两个多图外框，我有两个遮罩外框，所以我再去随机选取这十三张图，是不是就可以随机的来去呈现，可以吗？例如说六的最后这一张有看到啊、哦，这样子也是一种，就是一种随机产生出来的一个外框的变化，说不定可以有不一样的一个视觉效果跟艺术。好了，不管怎么样，我跟你讲，就是说，当我今天我至少不会很呆板的做出一模一样的外框，对不对？我可以随机去产生不一样形式的外框的设计。好，这也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想法。然后接下来我是不是就要点这个加外框了？可是我觉得还没有讲完，因为在这个地方有影像尺寸设定。这个影像尺寸设定跟影像格式设定不太一样。这个影像尺寸设定，它所指的是外框尺寸。好，那这个影像格式就是针对这个档案你要存成什么。例如说我们存成 JPG， 你不用去把那个什么 PCL 储存起来。好，因为这都是很快批次可以随机去产生出来的，所以不太需要把那个工作记录档把它储存起来。好，例如说我们输出变成 JPG， 那接下来各位应该知道 JPG 它的缺点是什么。第一，它是压缩档，所以它会保留原本的那个档案，例如说 80%， 所以它就会那个就是跑掉 20%， 可是它可以让档案变小一点。然后在网络上我们看影片看影像不会失真，好，所以 JPG 是我们蛮常使用到的格式。好，那 PNG 跟 TIFF 它都非常非常的大。好，那 BMP 是微软公司的格式， GIF 是看透明度，它有些影像它可以做成动画，还有它支持透明度。好，所以 GIF 的档案可能会比 JPG 来得大，这里面预设是用最小的 JPG 压缩档的形式来去当作是预设。好，那接下来就是档案路径，就是你要把档案放在什么地方，所以这边通通都可以再指定。例如说我制定的路径我们放在 C 碟底下 Photos， 你可不可以把它放在例如说 D 磁碟机里面的什么位置，当然是可以的。好，目前现在 C 碟底下 Photos 是空的哦。好，等一下我们去里面去观看，它就会变成有东西，就是这些有加外框的图片。好，那我们就直接点选开始加外框咯。点选开始加外框，他说你确定要开始加外框吗？好，其实在那个时候，因为毕竟这套软体是很多年前就已经开发出来，那个时候我们的硬碟还有点贵，现在硬碟那个都是买那个例如说多少 T， 所以你根本就不用在意就是一点点这些空间，所以当时我们可能会蛮需要就是说就做这件事情，你可能会产生很多很多个档案，他会多多少少会询问你说你真的确定要做吗？现在很多的 app 就是当你按下去它就开始执行了。好，你确定要开始加外框吗？是的，所以我们就点一下是。好，那他说我的照片不够。那我就先把这两个先关掉好了。
三跟四，我现在这两个叫做多图外框，我先把它拿掉，因为他说在这个地方请载入多图外框额外需要的影像，例如说这一张要加两个，这一个需要额外再加两个。好，那不然我再加两张好了，例如说我再加财政部的，可以吗？就是多图外框需要，因为这边这个多图外框它还需要两张，这个还需要两，它这边总共说这个多图外框它需要两张图片，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就加在这个地方好了。接下来我一样就是点这个开始加外框，然后确定要开始加外框，是的，好，他说变更完成，然后确定。记住，当有遇到一些什么状况的时候，仔细的看一下那个说明是什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去看我们的 C 磁碟机，那怎么看呢？ C 碟底下 photos 嘛，所以来去看成品咯，来去看成品。所以在这个地方点选资料夹，然后 C 碟底下的 photos， 这13张，这13张这就是刚刚我们做的。然后你去看一下，像这一张，这一张是不是有看到有多增加了，例如说这个建筑物的图片在这个地方。应该没有问题哦。好，这就是刚刚我们批次加外框，我一口气把它全部加完的做法。可以吗？哎，这两张不一样哦，这一张跟这一张不一样哦。只是这一张跟这一张的那个外框都，因为我们那个多图外框只有两种，所以多图外框，可是这张图片，这张图片跟这张图片就不一样了。好，这点是要请你们稍微知道一下。所以你会不会，例如说假设做完了40张图片，上面都打好文字了，你可不可以用现在这种方式快速的把40张图片加外框，可以吗？可以哦，那个一分钟内就全部都加完，这就是批次处理它的好处。好，那接下来还有一点点的事情要跟你分享。做完开始加外框这个动作啊，对不起，应该是输出，应该因为你有外框是不是要输出，输出完毕之后，因为已经输出了嘛，所以这边就没有任何的这个外框的图片。那接下来你可能会希望把这里面的内容全部都清掉，然后重新来去选嘛，对不对？其实你也可以就直接关掉，你可以关掉，因为当你在这边再重新做批次加外框，这边是不是都还在？所以你应该要会遇到一个问题，如何把这些东西都删掉，应该没问题哦。就是选到全部的这些外框，然后把它清掉。可以哦，好，这样子的话你又可以再重新再去做另外一个批次加外框。好，那类似这样子的概念我们再继续来去看，像刚刚我们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叫做批次功能，有批次加外框，有批次套模板，各位还记得什么叫模板吗？这里面是不是有好多种模板？这模板知道是什么意思哦？我可以做书，我可以做阅历，我可以做那个这个残影，我可以去做那个这个就是那个多图外框，然后可以做一个拍立得照片，好，
反正就可以做很多东西，杂志的封面。好，那这不就是跟刚刚做法很类似？我们还是快速讲一下好了。你看一下哦，批次功能里面批次套模板，然后接下来首先载入模板，载入模板，好，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载入的，所以我们可以载入照片模板，然后缩图页模板，大头照模板，我们先载入照片模板好了。那照片这些都是照片，就是说这个是一张图片，然后中间有一张，这应该是说有一个底图，然后中间有一个照片。好，那我们象征性的就阅历，你可以用 Ctrl 键哦来去选。例如说我要这种阅历，第三种阅历，因为稍微有点变化啊，不要。那我们就第一种跟第二种好了，因为一个是阅历，一个是年历，然后再加个杂志封面，再加个这个图片，图片那个这叫什么双白线啊，其实你随便选了。好，甚至我们也加一个这个有残影，残影我觉得也很漂亮。好，因为以前曾经有教过残影，哎，跑掉了，不好意思。好，那变成说我只能选一种。好 ,OK。就是我们只能选一个模板，只能选一个模板。可是接下来呢，接下来在这个地方我是不是要载入照片？好，例如说我现在载入那个一年有12个月，所以我现在就做12张图片。选12张图片加入照片 ,OK。好了，那我们现在去观看，这是第一张。这是第一章，这是第二章，就是等一下会输出，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一张图，这是第二张图，这是第三张图，可以吗？可是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啦，我是要做2020年1月到12月，对不对？的图片。所以在这个地方它是2012年的3月，所以你要选这个部分，就是你必须要想办法来去修改这里面内容，对不对？否则的话你等一下输出都是2012年，例如说3月。好，图片虽然有换了，但是那个日期是不对的，对不对？日期年是不对的。好，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哦，我们来去观看一下，在这个地方载入模板，这没有问题，就是你去挑一种模板，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输出预览也没有问题，然后这边我看它的自动跑去什么地方了，我先开到最大化。好，我们先看一下这边好了，在这个地方就是图片，我可以针对我要的这个图片来去微调，例如说我希望就是上下稍微调整一点。好，你可以这样稍微上下来去做微调，然后接下来输出的格式是 JPG， 然后输出的地方，然后再接下来那个档案名称，例如说我这个应该叫做阅历，所以我档案前置我叫 calendar， 然后接下来呢起始编号，因为我有12张，所以是01、02、03，
开始编，然后编到12。好，压缩的品质就是这个影像变成 JPG， 那品质要80还是95，可以自己去决定。那我们接下来，它在这个地方，我记得有那个可以设定成我要的月份，但是现在我找不到地方可以去设定。看，这个地方它也，我虽然可以找得到，举例来说好了，这边是不是有看到我们的那个时间，但是好像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去设定我要制定的批次。套模板，等一下，批次套模板，对，确实没有。照片模板这个 ，OK。在这个地方，它真的没办法让我去修改这个内容，哎。设定一样都没有，就是可是我记得之前我在使用的时候，它是可以让我去设定我要设定多少年，就是1月到12月的月历。好，那如果没有的话，暂时我们也只能跳过，因为在这里所有的功能全部都看了，就是没有看到所谓的那个自动调整。好，那我们还是点一下，因为它会把影像放在 CDF Photos里面，然后 calendar 01到12，所以我们来去看结果。点选开始批次处理，然后他说这个会可能会轻微的解析度稍微不足。好，我了解这个情况，请直接输出。所有的照片都将会输出，你确定吗？是的。那你会发现所有的照片呢，全部长的这下面通通都是一样的。好，所以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C 碟底下，这都是2012年3月，这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地方，因为通常不太可能会做出相同月份做12张，应该是不同的月份，例如说1月到12月。好，不过这确实就是所谓的一个套模板，这个套模板的概念你可以用在假如说今天那个公司做那个形象广告的时候呢，你例如说介绍那个公司的，
就是各处室的介绍，或者是公司三个总经理，好，总经理的一个介绍，那这时候你可能要去换图片，换图片内容，这个时候应该可以比较快的去完成。好，这个是属于那个批次套模板，所以可能就暂时介绍到这个地方。因为这个不叫照片物件，这应该是如果可以做弹性的变化会更好一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介绍批次变更档案名称。批次变更档案名称，假设我现在就是我有很多的档案，很多的图片。好，那我就先把这些图片叫进来，把这些图片载入，所以这些图片档案我是放在第一次碟机底下，然后接下来到这个数位行销素材制作，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去找档案，例如说 picture 底下我们挑个这些什么文言作品多少 010203一直到这一张，就是我只要那个图片文言作品，然后12345，其实你应该知道这些也都是用例如说批次处理的概念来去做的。好，我先开启，我现在这些档案有没有看到这边它会预设新的档案名称是这一个。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哦，如何设定。首先第一个档案名称，我们如果说用原本的档名那就没有改变了嘛。用原本档名它叫文言作品，这边也叫文言作品。好，按 1XIF 日期。1XIF 的日期就是那个系统现在的日期格式，然后它用年月日时分，当然你也可以不要那么长，不要把那个几点几分做出来，所以你可以改成年月日。可是你改成年月日，就是前面那个档案名称都叫年月日，这个时候你后面它会带一些，等一下还要再去设定，有001002003。那你有没有发现，通常我们会在这些图片之前，我们会加一个开头文字。那怎么加开头文字？像例如说，假设我这些作品呢，都是那个都是在日月潭拍的，所以我可能就会加个日啊，或者是那个作者的名称。好，例如说这个作者就是这些作品的作者。好，例如说我叫做王小明作品。好，或者是我就把它取名，开头文字叫做创意作品。然后接下来你看这边新的档案名称是不是就会有创意作品了，然后接下来是不是有年月日，然后接下来呢看你要不要再加结尾的文字，我这边我就暂时不加了。那接下来它会自动的会去加这样子的内容，001002加在后面。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去观看一下这个，请稍微注意一下哦，这个日期不是随便去加，为什么他会抓 2008？ 那是因为那一个档案存档的系统时间。好，所以你看这边有 2008， 也有 2019。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观看一下副档名，它本来是 JPG， 建议就是放成是 JPG， 然后接下来再我看这边其他应该也都没有什么要去做修改，然后接下来设定完毕之后呢，我们就直接点开始变更。那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并没有设定放在
什么其他地方，而且他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也都没有去做就是路径新路径的设定，因为它不是复制档案，它只是把原本档案名称换更换。哎，对了，那这个档案我们不变好了，这个档案我们不变。啊，这是我2019年10月30号做的嘛。好，嗯，好吧，那我现在因为不小心选到了，我就直接把它一起变好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看到载入档案跟开始变更，所以我接下来我就直接点开始变更，然后它就会等一下就不会有这些文言作品，然后我们就会变成是这样子的名称，点选是确定。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原本在就是第一磁碟机我的数位行销素材制作的 picture 本来底下有什么文言作品，对不对？那现在变成那个创意作品，有看到哦？好，那我现在要告诉你，其实这样子做批次转换其实你也可以用 Windows 的方式来做，因为 Windows 本身它就提供给你批次做档案的一个设计。好，我先把档案名称改成，就是呈现方式改成清单。你看一下哦，这是刚它做出来的，从这个作品开始一直到这个作品。好，那如果我这十张的作品，这一张作品哦，到这一张作品，我想要批次来改档案名称，注意哦，是批次改档案名称，不要改副档名。好，批次改档案名称，好，那其实我可以一口气就把这么多个档案选举起来，然后接下来滑鼠右键，然后这边是不是有一个重新命名？你这时候你可以不用刻意选到，就是不用刻意滑鼠右键点第一个档案，你随便任何一个档案都可以。可是记住，它是从这一个档案开始做的，它是从这一个档案开始做，做到这个档案，因为我是先选到它。好，滑鼠右键点它重新命名。那这个重新命名，假设我现在，我要更正说一下，假设我现在是从这一个，我是在这个地方点，它会从这边开始重新命名，它会把这个档案当作是第一个档案。好，那例如说我现在我改成叫做文言作品，然后 dash 假设今天的日期哦，好 ,2019-1031, 然后我会再放一个 dash, 这个 dash 啊，这个 dash 它后面就会接编号了。好，例如说当我现在按一下 enter 键之后，你有没有发现它后面它就会自动放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一直到第八个。这是 Windows 它本身它就有批次群组改、批次改档名的一个方式。但是刚刚那个影像处理软体它可以多做一件事情。它可以直接把那个副档名改掉。好，就是副档名的格式。副档名。那这个是批次做档案处理。所以你觉不觉得它这几个功能主要都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
当我们今天有非常非常多的那个图片的时候，我要一口气把它全部都改掉。你可以一口气把它改，你可以自己再去玩玩看，能不能都改成，例如说，600乘以480的尺寸，或者是我可不可以把它全部都一起改成一个指定的日期？好，在这个地方，它都可以把所有你指定的档案一口气全部都改掉，可以吗？所以我觉得这边都是在讲提高影像处理效率的一个方式，但是哦，但是它仅限于就是改一些基本的设定，基本的设定。